为了涂鸦，我辞了自己份工。涂鸦不是乱涂乱画，它是一种公共艺术。涂鸦可以无拘无束、天马行空地自由创作，这个是我选择涂鸦作为我职业的原因。我在不断寻找新的涂鸦方式，在陶瓷上创作都是我第一次尝试。将传统的陶瓷艺术和 hiphop 文化相碰撞，我相信可以在佛山这个陶瓷之都中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。从啱开始对涂鸦的理解只是 old school 的字体排列，到现在打破了涂鸦字体的传统，我将字体拆分再重组，引入汉字、中国山水元素、动物的形象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。我追求纯粹，将颜色丰富的涂鸦和纯粹的白相结合，用有限的图形来唤醒我们无限的想象。我是 West One 佛山公共艺术传播者。